好，那哇，那个校长兼撞钟哦，就是自己 hold 自己待会讲。大家好，这一场的那个讲座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Open Source of Research Process， 然后我是 Sue， 然后 Gary， 我们分别是 US Designer and Industry Designer Freelancer。Content， 今天我们大概会讲的是这个五个点： Inspiration, Problem Definition, Vision, Mission, Solution。 然后 About Speaker，你先介绍好了，你有这个。OK。我目前的话是一位就是工业设计的个 freelancer， 就是自由接案的工业设计师。那我过去的话也因为长期都是在设计公司还有咨询顾问管理公司这边，所以说我遇到的很多关于一些research 这方面的一些想法。那所以说这一次也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是主要在倡导研究调研的一个重要性。谢谢。啊，我是 US designer， 然后现在是在 Woman Tech Maker 当志工，然后去参与一些 US 的 workshop， 然后或者是 Utah Dinner Time Tea Time or even Service Design Tea Time。 然后目前的工作是在做 Utah designer， 然后在教育科技 EdTech 的。然后跟刚刚豆腐比较不一样的话，我的 Utah designer 是完全不出画面的，我不用出任何设计，我就是纯做研究跟经验的设计。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呢？就是 we would like to make research process to be open source。这听起来会对设计师来说很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于以往我们在台湾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哦不，这是我做的东西，是我的，你不可以用，你用的就是抄袭。然后可是我觉得 open source， 其实你如果去问 UI 设计师，他也在用 open source 的东西，但他却不愿意去做一个贡献者。就像你会用 Google Material、 Google Fonts， they are all open source， but why don't you want to contribute with that？ 然后什么是 research process？ 因为我们怕说来参加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讲解。然后这是我们家的猫咪，它没有办法来，所以它出头。然后呢，我们这次特别只讲的是 research process 去做开源，是因为其实一个设计的 process 从开头到结尾，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可能开源设计在台湾还很初期，所以说我们就想要用一块一块的板块，像是拼图，慢慢的把这些拼起来。So this is one of the puzzle we would like to start from research. 所以说我们会想从这里开始，因为这也是我们待会会讲为什么是从这个 research 开始，而不是从一些很已经视觉的画面去做开源。这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关于为什么今天是要开源研究这部分而已，是因为当我们加入了一些社群，我们发现大家都会说 US 等于 UI， 你可以做 UI， 所以你也一定可以做 UX。 This is a wrong concept. It's totally wrong because it's kind of like two different things. 所以我有些话想说关于 research 这个阶段，我以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有参加过一场国际的，就是那种全球然后是线上的研讨会，关于交互设计，但我今天不会把那个组织讲出来。它是一个很有权威，但我觉得我被骗了，因为我参加了这一个seminar 是在2021年，还在那个 COVID 的时候，所以它是全线上。那全线上基本上你们也知道，研讨会很大部分是要做 networking 的，但是你线上其实根本做不了，所以更多的是你怎么从那些 speech 中拿到一些 content 回来，就是你从不管是演讲的人或者是参与的人，他们其实都会是可能世界很权威的啦，很厉害的啊，很资深的人。像其中一个 speaker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
很印象深刻的project topic 是他分享，就是那时候疫情很严重，虽然美国防疫也不怎么样，但是纽约那时候有做一套系统，是在做一些跟我们台湾很像的，就是确认案件的问题。他有一个 app， 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还在发行，还在用，设计师就已经到这一个地方分享。然后我觉得他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 mindset， design mindset， 然后很无私的去奉献整个设计流程，到包括市场的反应。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中很更特别的是，参加者都被邀请到 Miro 去共笔。你每一个演讲，你喜欢或者是你喜欢哪一句话，你感觉到很棒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自身的经验可以分享，跟这个经验有跟这个题目有关的，然后大家就疯狂。我在上面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宝贵的材料。结果没多久，这个研讨会是一个礼拜，然后那个礼拜结束完之后，他的板就关掉了，他完全不让你进去，然后所以你根本也来不及把资料抓出来，他甚至也不能下载，你只能很原始的就是 screenshot， 然后把那些人的 mindset 啊，然后 thoughts 翻出来，但是没有，他是很不允许你做。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把我们 research 的阶段封闭住，而且他拿了我600块，他不便宜，他的这个演讲不便宜，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那一场其实完全做不了 networking 的状况下，任何的心得反馈别人的也来不及拿出来。那承接着那个事物的那个启发的故事呢，把设计中的那个研究过程对我来说为什么很重要。过去我主要是在一些设计公司还有在咨询顾问的一个角色当中，那有一次在跟那个客户的一个设计需求的梳理的一个了解过程中呢，跟客户解释说，哦，我们要按着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去做这个设计。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客户峰哥啊，我们就是管教那个客户上的爸爸叫哥，叫的年轻一点。对，那时候就跟说，哎，峰哥，我们可能要这样子做这个，按这个研究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个设计，然后那客户这边他因为可能时程上面的关系啊，或者是经费上面的关系，他决定不要这个研究的过程，不要研究的流程，他就是说要直接出方案。那当然我们作为设计师乙方或者是咨询顾问方，因为我们要收客户的钱，那我们就必须就只能遵从客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这样出了设计。然后结果当客户拿去投入的时候，在拿出去提案的时候，结果灰头土脸的被打枪回来了。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也不能去说什么，就是说那我们接着做吧。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地去引导客户说，其实他做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要有一个调研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那基于这些情境呢，我们去定义一些情况，就是说今天我们想做把设计过程给开源，我们主要是可能目前是针对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那当然其实也可以是针对对这个研究过程开源有兴趣的人。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我们要做的东西主要是说，我们希望其实在不同的一个行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行业背景是非常不一样，是很多样性的。那其实他们会用到的调研工具或者是调研过程，其实是也是很多样性、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希望是说，能够有一个开放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进来去分享、去互相学习、去贡献彼此的一个调研的经验，或者是研究方法的一个搭配，让大家有一个比较透明的空间去学习。那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那主要是因为在我回来台湾这边去参加了一些社群，或者是在看一些自媒体，去了解台湾现在市场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发现不管机构也好，或者是一些自媒体者，他们是用了自己理解的一些词汇方式去翻译。那这个时候他们在讲解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信息上面或者是翻译上面的一个落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想要开放一个开源的空间，让大家彼此都去成为这一个贡献者，同时受助者，也是学习者。
那我们目前预设的一个场域的话，主要是在 Google Doc 里面，或者是一些线下的一个 workshop 工作坊。那我们主要是今年才开始了这一次的一个计划，决定在今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如何去做，就是主要是我们现在也还正在筹备阶段当中，那我们也在梳理一个逻辑架构。那我们希望不管设计师也好，或者是工程师也好，他认同了这个核心的概念跟价值，一起去进入这个空间去互动跟交流。那在做这个事之前，我们也稍微定义了一下，为什么不让研究过程去变成开，把研究过程这件事给开源。那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些可能的问题点，是主要是现在目前台湾的话是没有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网站也好，或者社群也好，都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那其实设计师或工程师在彼此互相去交流一些东西或一些档案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够去分享或者是直接去取用的。那第二点是说open source 这个 open source design 在台湾这边，其实对大家来说，他们的认知可能很多是关于软件方面的开发的一个开源。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被开源的，例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些研究过程的方法，我们想要开源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对每个调研工具的理解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理解。那我们希望是说大家带着这个各自不同的理解能够互相去交流。那可能今天有人用了 A 方法，那有人对 A 方法的另外一个有不同的了解，那他可以就是也成为一个贡献者，就是说他可以一起去给予一些他自己经验上面的分享，来让他在执行专案的人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好，那下一个，那第三点就是这么讲了吗？第三点是另外一点第三点主要是设计师们对于自己的产出认为说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资产，所以他不愿意去分享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这一次应该说我们希望组织这一个活动，然后去让这件事情能够开源，然后让大家都更愿意去分享自己的一个研究过程，这样。OK， 刚刚特别有提到的是没有一个特别的 channel 去把开源设计放上来，然后我觉得透过 Costco 今天的，或是应该说我们今天特别在这边的议程状况下，去认识到更多跟开源设计有关的推广者，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去让所有的人去讨论说，我们到底在台湾要把开源设计放在哪里是有一定的能见度，然后同时又不会说一定要牺牲掉某个已经开源设计很久的推广者，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你看得到的open source design 通常他们都是自己的页面，例如待会的四神汤也会有自己的页面，然后 open source design 也有自己的 website，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不熟悉，其实是进不到他们的那个生态圈。所以Costco 同时也提供了我们更多可以在这里交流的机会，然后去问未来我们开源设计怎么做。然后 vision 的话，你们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会去逐渐一个未来的样貌给大家看，会比较更具体，说我们到底会从这个样貌中，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努力。所以整体来说，是希望 open source research process 就像是那些已经在很开源中很有名的 coding， 他们是很容易被collaborate, learn and contribute. 你可以跟人家协作，你可以学习，你也可以是专案中的一个部分的贡献者。那在稍微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的 research 阶段，更像是我如果是自己在 UX 部分里面的话，我们具体把一些方法举出来，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就是那些 persona 啦、interview、survey、value proposition， 任何这块的东西。那他去怎么搭配应用，其实很考虑个人经验跟公司的决策方向。然后刚刚讲到的
你怎么当一个 collaborator, contributor 跟 learner? 它大概的概念就是，假如这个 research process 是一个橘色的线，你一直完成诊断的话，你就会是 collaborator。 那如果你说你可能在一个开源的channel 了，你发现它其中有一个 research process 没有这么完美，你觉得有更好的方向可以走，你去提供了一小段，就像是 coding 它去提供了另外一段可以写得更漂亮的语言，它就会是其中这一部分绿色的 contributor。 那如果你就是从头到尾也不在这个橘色，也不在这个绿色，你在这个外围去看着这个专案这个 process 完成的话，你也是个 learner。 我觉得三个角色都会是赚到的，他没有人吃亏，并不是只有learner 在旁边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的才是最大赢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去做或者是你去贡献，其实跟人家交流的东西更实际，然后透过这些合作，你其实可以把你的经验带回到公司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可能公司更不太能像这样子去开源做东西。所以我们的 mission 呢，就是透过我们希望可以达到 collaborator learning 跟 contribute 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存放大家 open design 的空间。第二个是我们会很弹性的去让大家可以 co-create 或是 collaborate。然后再来就是 design as a common， 去达到这三个目的。然后 solution 的话 ，OK。关于这个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调研工具的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去厘清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将研究过程给开源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针对的是可能设计师、工程师跟或者是甚至是任何有兴趣的人。那最主要是针对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去开源、去分享、贡献给大家。那其实当然人家受就像工程师他们彼此在讨论代码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愿意把自己别人遇到的问题，然后把自己的一个知识分享出来给大家。其实我们也是想要把研究方法这过研究过程这一块事情变得像是 coding 的这一个 community 一样。那所以我们的一个solution 就主要是在于说，我们要想要建立一个频道。那这个频道它不一定是一个你们想象中的一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构建当中。那它最主要就是它希望说大家能够进去一起协作、学习跟贡献这样子。那我们最主要是想要通过建立一个可访问的、透明化、弹性化的一个研究过程，来开源。是针对整个专案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也就是研究过程的这一个小板块去开源。那往后有机会呢，我们当然会陆陆续续的把它的不同其他的一个板块慢慢给开源，也做到整个流程都是完全都是开源的。然后关于我们其实我在开源这件事情也有问过同事，就你们要不要来参与开源啊，开源设计。其实他给我的一个回答是不要，那是我的东西，我不想给别人用。所以我们想要澄清的是， open source design 不代表一定是免费，而是它在 CC 授权中它有完整的授权去保护你个人利益。它可以透过 CC 授权去决定你的 open source design 要不要收钱，或者是怎么收钱，或者是不收钱，或者是一个你用我的东西是开源的，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必须是开源的。所以不是像大家想的我不要免费的东西，我不要把东西免费给别人用。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更多一些法律的保护，去保护自己的设计。然后今天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 open source design 还很初期，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 dig in。 然后我们也有想过，因为刚刚有说到其实这个频道会长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在探索它的可能性，可能跟大家不同。我们现在还有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是因为以往的这种东西都是线上，说不定线下的 workshop 其实也是开源设计可以做的方向，而不一定要按照着以前别人的开源怎么做。所以slide 可以就是先扫，如果之后有兴趣的话
我们会在 Instagram 去发布更多讯息，然后也秉持的一个想法是 open source design 不是我们一个人做，而是我们会去找到更多更多的人合作来做，因为我觉得这种开源的空间它是更自由的更多元的，所以不是说谁做起来谁最大，台湾永远就是只看着它在走，而是当我们一群人成为贡献者学习者跟协作者的时候，这个开源设计才会普遍的在台湾。谢谢。谢。然后我要自己 host 下一场，然后呢，我也是 host 的。下一场的话会是由四神汤这边来介绍他们更完整，已经有在做一些实作的开源状态。然后其一个讲座者会是线上连线的，他们都是中文对吧？都是中文的版本，然后大家待会可以就是十分钟后，应该没有，来不及，十分哦 ，OK， right now， 我们如果你有想要上厕所，你可以偷偷的从后面这样过去，然后我们现在先连线到另外一边的人，有，然后呢，在他连线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英文的吗？因为下一场讲，好。你帮我先连线，我先介绍这个。然后刚刚没有来，这场还是要再介绍一次。当你进到这个空间，由 Woman Team Maker Hold the Oven Design Track 的话，代表你也同意了 DEI， 就是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ve。然后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当你在这里的声音应该被尊重，你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声音。然后还有在一个工商的下一个呢 track 是从 Ariel 跟 Abhishek 的英文版本的，讲的是 Open Design, Open Source Design。如果大家可不是如果就留下来吧，他们是特地从国外飞回来的。那就是 about DEV, if you join this classroom, you have to accept and agree with that.Respect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nd we will also respect yours. Thank you.